江武真是太嚣张了，带着手下招摇过市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哪儿似的。哼，我们这次可以来个瓮中捉鳖。 关进地牢，是。阿武，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？老规矩。哎，女魔头，嗯，你干什么去？去做好事啊。昨天那个小短毛还挺有意思的，遇到他的话又能收获颇丰。可是别人看不到你啊。 对哦，那你去。我想吃完早餐再去，行不行？不行，走你！哎，之前进地啊，抓到个剑心门的傻子。 现在正被关在地牢，他可是块肥肉，别怪兄弟不照顾你啊！俗话怎讲，地牢守卫在那傻子身上画了个吸功法的阵法，到时候兄弟别忘来分一杯羹啊！啊！苍蝇哥哥，牛魔头，牛魔头，牛魔头，哼，你干什么？ 牛魔头，你可不可以教教我怎么救他？救谁？苍脸哥哥，他现在被关在地牢，你们万路门地牢会吸人功法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？我不知道啊。再说，我万路门的地牢也不是谁的功法都吸的，他现在就只剩下半条命了，你为什么要把他送进地牢呢？哼，怪我喽！你们这些小情侣，人家要带你走的时候，你一百个不愿意。 现在人要死了，这辈子也不会强行带你走的。你又一百个不愿意，你怎么干什么都不愿意，这么难伺候，这能一样吗？算了，不和你说了，我去救他。救什么呀？你知道怎么救吗？ 你教教我呗。 哎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滚滚滚！嚣张，嚣张，越嚣张，越没人敢惹我。嗯，有胆子再说一遍。知道我是谁吗？嗯，我，门主徒弟。徒弟。 你，不对，我，我们，万路门，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不可以去的，知道吗？胡说！门主徒弟，门主徒弟来这低级地牢干嘛？你管我干啥？你知道昨天那个管事的被我师傅收拾成什么样子了吗？不让我进去，我就让你们吃不了。
兜着走。开门。走走。那你要找的人在那儿。昔日生气的法阵，苍岭哥哥，你一定要撑住啊！我一定会想办法来救你的。阁主，长玉圣主派人送来请帖，邀你两日后前往宗门大会。这长玉圣主原已沉寂江湖，近来多有动作，这凤山大会怕是有蹊跷。阁主，那这凤山大会咱们还去吗？去，得去一探究竟。知音也敢打断，俗人下去。可是这是剑心门送来的书信。哦，我看看。哼，宗门大会啊。近来听闻秦阁主兄长秦瑜生死未卜，其独女说乃是柳门主将其杀害。这个时候召开宗门大会，想必柳门主是想澄清一二。无趣，这种会我才懒得去。等等，既然那秦瑜乃是秦千贤的兄长，若柳门主因此召开宗门大会，那秦千贤去不去？秦阁主好似已经答应了。嗯，难得啊。那这会我倒要去看看了。这么多年未见，秦千贤到底长成了什么模样？那是去召开宗门大会的，又不是让你去比美的。你们这些人我不知道，我去就是为了比美的。我回去打扮收拾去了。我给你想个办法，你现在用你门主徒弟的身份弄点灵丹喂给柳苍灵，将他的命先吊着，然后再买通或者威胁看门的几个逍遥客，借口你想独吞柳苍灵的功力，从而抹掉他们的阵法。待得柳苍灵功力恢复，你再给他机会，让他自己逃出去。哇，女魔头你好聪明啊！哼，废话。嘿，我去了啊。我是门主徒弟，我想独吞那个宗门人的功法，你们把阵法给我抹了。姑娘，要不咱们平分？不行。嗯，把他给我放了。放了他？你虽然是门主徒弟，也不能这般行事啊。我是说把阵法抹得干净一点。
芷燕姑娘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行，你们去把门打开，我要独吞那个人的功法。苍岭哥哥，芷燕，我答应过你父母，要好好照顾你。如今，就让你来相求，是我没用。你先在此调养，卫路门现在说不定比外面更安全。芷燕，你这是何意？万路门乃龙潭虎穴之地，即便你同我至极，也不该说出这样的话。你无需多言，万路门是什么地方我心里有数，在杀父之仇未报之前，我是一定不会离开这儿的。芷燕，芷燕，你先在此调养，调养好了你自行离开吧。芷燕，我会再给你带些丹药来，让你与柳薇早日父子团聚。芷燕，伯父的死绝非我父亲所为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芷燕，你相信我。芷燕，芷燕，芷燕，